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建文，我的 YouTube 已经破200订阅，那就是来庆祝一下200订阅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盘子，那我今天要来干什么呢？哦，没错，我这边有3罐品客洋芋片。好，品客的台词就是“品客一口口，片客不离手”。对，那就是来验证一下吃几片会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把它打开。那现在已经倒出来1/3，还有1/3在里面，好不好？那规则是完整的一片算一片，那不完整的话就把它煮起来，到接近完整的时候算一片。好，那我这边有计时器，好，那就是吃一片就按一个。好，开始。在吃之前，我先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吃早餐，对，我什么都还没吃，就是刚睡醒的状态。对，对，好，那这样子应该可以吃很多。好 ，Go。好吃，品客看到是不是应该要赞助我一下？我这么帮你们宣传品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有破的，我们就把它一起吃。哎，品客真的很好吃，感觉就是可以把它全部吃完。对，我看能不能把这3块吃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顺便来验证一下。品客洋芋片里面一条到底有几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已经吃了第10个，感觉要拍很久了。因为感觉要拍很久，我们吃快一点。现在来到了20片。开始觉得还好，没不怎么好吃了。这个就是看同一种口味到底极限会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吃的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，就是洋葱口味。然后去买的时候发现有这个20%增量大盒的，对，所以就买了3个，对。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就想拍了，但是那个日本的比较贵，然后吃完的话就要去3下买，对，所以我就选择剪影片的时候慢慢吃，所以就没有拿来拍影片。好，那就是在台湾，就是那在台湾随时都可以买得到，对，那就是就拍了，顺便庆祝200订阅。现在来到了50片，现在的感想是有一点不想吃了，但是还可以吃。对，其实吃到30片之后就觉得有点累。对，继续吃。60片。没了，这盒空了，好不好？一盒空了。他觉得口干舌燥，非常的想要喝水。我想要吃到70片。有点想吐。我能快录到没电了。拿个充电进来。
好，充电器已经接上，不想吃了。现在觉得胸口这边都是平克的味道。我现在吃到85片，很想吐。昨天不知道怎么拼，那就是把它算一片好了，好不好？体积蛮大，算两片。这边如果这样分的话，算两片，好，那就一次把它吃完。现在完全不想再吃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我买三个太少了，结果还蛮多的。现在来到了110片，好，不吃了。好，那大概结论就是，吃到70片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，然后吃到90片的时候会想要吐。对，我现在超级想吐。对，如果我再吃5个或10个，应该会直接吐出来。好，那我们验证了平克一口口，片克不离手是骗人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也没有骗人了，他可以让我吃到100片已经不容易了。好，那有看过影片。那我看过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喜欢吃平克洋芋片，对，然后这也是最喜欢的口味，那也只能吃到110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200订阅，好，就这就是200订阅的影片，好，拜拜。